请往里面走。打开，欢迎登机。 哎，你好，哎，请给我一个飞机餐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他不知道。老头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趟飞机是没有飞机餐的。这飞机上怎么会没有飞机餐呢？我饿了。那你在家里为什么不吃啊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想吃面。吃了一辈子的面了，怎么今天就突然不想吃面了？我跟你一辈子了。 是不是也不想跟我在一道了？哎呀，这瞧你说的什么话！你这个人呢，真的是我这个人想到了一出是一出啊！我这个人，我不跟你做了。你这个人才是呢！生的是闹性。我说了多少遍了，这趟飞机是没有飞机餐的。我跟他说多少，他到现在……哎呦，真是这个老头子越……哎呦，怎么？哎呦，真是气坏了，真是气坏了。严经理。 深思那边的事情，我已经搞定了。好，知道了，辛苦你了啊。我们没事儿，您客气了。我一会儿把具体的细节发给您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已经登机了，拜拜。各位，我已经坐上飞机了，啊，这一次是专门去魔都为我的毕业影片看景。哎，这一来一回的机票，可是花光了我全部的血本。 所以你们在看这条vlog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点赞投币哦。看看，以前坐在旁边的不是大叔大妈就是熊孩子，这次居然是个美女，哇哦！看来我这一次是运气爆棚了。请各位乘客收好手机，系好安全带。好了，先不说了。 安全带，等待降落。
害怕吗？